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，什么感觉？就是很神奇，飞了。我觉得我睡觉睡着是最快的。我学习新知识，跑步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快乐。快乐。Happy。我很快乐。那我的题快做完了，不要再催我了。是要用自己人物是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快去看我们的少年时代。我觉得我就是睡觉算的，我们三个中最快的一个。吃饭了，饿的时候吃的比较快。觉得交通可以变得快起来就好了。嗯，我的话就是快，我想再想想，你先问天雪，我想想。网速。网速吧。台词。对，演技，还有就是融入角色更快一些。就是演戏的各方面吧，台词，然后表情、反应这些都提高。最痛苦的拍摄。或者迷茫也可以。迷茫。以往。哦。这部戏不知道是不是剧透，但是就是哭戏是最痛快的，就是还有就是情绪的爆发是最痛快的。我会有感情的爆发，然后特别特别的大。我是喜欢接球，不接球不舒服，就是捂手等球进来，啪那一只特别特别舒服。其实我们这次还好，就是都不算太慢。对，但对于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其实每个演员都特别敬业，就是除了那种比如说要调位置啊，或者是有什么特殊需要的，其实一般都是一条过两条过就很快。其实时间是快，因为很多我们想去学习的东西都没学到，可能今后会多花时间在自己功底这方面。其实是挺快，因为四年短短一看，因为现在一看回去就觉得哇好快，四年都已经三四年都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其实得到了很多东西，也失去了很多东西，所以说未来还是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好好加油。我们这三年就是在外面做活动比较多，所以之后就希望就是练习啊，然后就是沉淀，然后巩固自己知识时间多一些。却心疼我小小翅膀，为我撑。